道吗？我们今天拍的是什么戏吗？我们拍的这一场戏叫做戏中戏，就是告诉你，让你猜猜猜猜。戏中戏是这样吗？你怎么爱上别人？到底是谁？跳！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姚晨。啊？还是这样。这次别动了，豆子。别动了。关了吧。别的。在想什么？我36不是八的，录了也没用。他明明是36、37、38、39，你们就去猜吧。又或者是这样，知道吗？我的法力无边，我收了你，收了你，怎么也收不掉你。难道我的法力是？天哪，法力都没了，怪不得我都能御剑飞行。天天我还回得去吗？来到了小西街，有没有船呢？这应该是方舟吧。